será?星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搬到你家对面了。你喝酒了？哎，下午搬完家有个应酬，有些 case 就得陪客户喝几杯才谈得下来。幸好你没去，不然我还要替你挡酒。我知道你啊不能碰酒。没事。我喝多了，一个人不太方便。拉链帮我拉一下。哎，许副总，这是让沈一做，太来冒犯了。我来吧，我家到那这20分钟，你等我啊。孟回，那个。转过去。不是，手机转过去。孟回也在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有沈毅就够了。你也别太介意啊，我呢也没太把沈毅当异性。谢谢啊。不对，你是说你衣服脱不下来？嗯，一个人不太方便。是啊，够不到嘛，你看。那你是怎么穿上的呢？可能我喝多了吧，等我酒醒了，就能脱下来了。